道场啊，也是定一个标准啊，让大家来依循啊。当然法无定法啊，你不一定说你要什么结印。哦，这个跟我们修行上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啊。但是为了大家的避免大家的困扰啊，所以我们还是定一个啊，我们学会用的啊，让大家呢依这个标准啊来学习。那么大家如果到其他道场，人家怎么结，我们就随顺那个道场他们的习惯啊，我们不要拿我们道场的标准啊去要求别人的道场，这一点是礼貌啊，也要跟同修报告一下。这样啊，我们走到别人的道场，人家才会翻脸啊，不要拿我们的标准来到人家道场要去改人家的啊，除非他邀请你去给他指导啊，不然我们就不能去改变别人。啊，我们到人家道场，入境随俗，啊，就随人家的，这一点，请我们同修务必啊，大家要记住。结弥陀印战力士，这个结弥陀印啊，跟我们过去这个学会有点不同，在此跟大家简单说明。过去我们都是这个啊，左手在下，右手在上。那么我是看到印光大师文超啊，有居士问这个结弥陀印要怎么结。那么印主的回答呢是：右手在下啊，左手在上啊，这个是弥陀印。那么右手在上，左手在下呢是叫大三昧印啊，就是药师印，药师如来的印。所以我们净宗学会一般中午上午供啊，比如说到药师佛那边哦，那么念这个药师咒、啊、是可以这样结啊，就是右手在上，左手在下啊，结这个大三昧印。那如果在这个往生莲位啊，我们大部分都结弥陀印，右手在下，左手在上，结这个弥陀印。右手在上啊，左手在下。那么根据印光大师文超啊，是说这个是叫大三昧印，就是药师佛的手印，药师佛手印。那么如果我们上午供啊，到药师佛那边念药师咒啊，结这个印是可以。那么我们到往生莲位呢，那么就结弥陀印啊。弥陀印呢是啊，右手在下，左手在上啊，这个两个大拇指啊啊，这个顶住，那么位置呢大概放在我们这个胸跟腹的当中啊，胸部跟腹部这个当中啊，这样平放，两手抬平啊，就是我们放掌。那么如果你习惯了、啊、都结弥陀印了、啊、到药师佛那边哦，这个念咒结弥陀印忘记了也没有关系啊，我们只是说定一个，大家如果有这个疑问、啊、那么有一个标准可循啊，如果你忘记了也没有关系啊，佛佛道统啊，它只是表法的意义不一样。好，那么我们这个第一个动作啊，我们大概简单跟大家说明示范到这个地方啊，如果有什么问题啊，也欢迎同修给我们提出来啊，我们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啊来调整。两手合十啊，这个当中不能有空隙啊，这样就是比较不标准啊。除非他这个手啊，他这个有什么问题的啊，那个没有关系啊。如果一般正常的人啊，应该啊这个手指之间啊不要有空隙啊，这样合掌。那么合掌这个就是一般有人啊是这样的。人这样啊，那么标准是这样，
就是合掌啊，他这个双手的手掌啊，就是要垂直，那么两个手背抬平，啊，就是当中不要有空隙。那么一般我们静中啊，都是念阿弥陀佛，以念阿弥陀佛为主啊，所以我们一般都是解弥陀印啊，所以放掌我们就解弥陀印啊，就放掌，我们就这样放下来啊，就是这样。我们是提供一个标准姿势让大家来参考。当然，有些老人家他年纪大啦，哦，那个。他身体这个骨架不好啦，那我们就不要特别去邀请他，那如果年轻人可以，那么我们就做得可以标准一点，这一点呢，请大家要知道。那么合掌放掌啊，我们就示范到这个地方。在法会，这个问讯呐，有解手印跟不解手印啊。目前在我们净宗三十系念啊、佛七啊或者诵经啊，有一些地方啊有所不同。法会一开始有唱赞，第一个问讯跟最后一个问讯都有把这个手印。那么一般就是法会开始，比如说三十系念，或者是佛七第一支香，那么第一支香一开始它有先唱一个赞，香赞或者是莲池赞。那么唱赞之前啊，我们一般都是大众啊，东西单啊对面排班，啊排班呢这个时候呢，维诺会敲一个引磬。这个引磬呢敲一下，大家就转身向上啊，然后一问讯。那么我先示范这个啊，就是啊问讯。那么问讯起来呢，有结这个手印，这个手印啊，这个手印呢，就是打一个三角形啊。这个食指，两个食指顶着啊，两个拇指也相顶。那么这个其他三个手指就是左手在上，右手在下。那么我们这个尖尖的地方啊，就是到我们眉毛这里啊，眉毛这里。那么这个手印啊，也代表明心见性啊，因为学佛啊，最终目标不管修什么法门，最后都是要达到明心见性。那这个是我们一般啊法会开始，一开始有唱赞，那么问讯的时候呢，结这个手印啊，然后再放掌啊，那么再转身对面站，就是对面站之后呢，敲三个鼓，对三个引磬或三个大磬啊，然后呢再转身。向上，那么向上就是直接拜佛三拜啊。那拜佛三拜呢，完了之后啊，还有一个问讯啊。那么这个问讯啊，也是一样的啊，就是这是第三拜完了之后，然后起来啊，就是一个问讯啊。然后是两手被抬平啊，这个手印啊，这两个食指啊，这个尖尖的地方到眉毛这个当中，然后拜完了，然后就再放掌。那么如果第二时呢，一开始他就是诵经，他就没有唱赞了啊，所以第二时呢，他这个维诺跟带大家向上问讯，就不用对面站了。那么没有对面站，他就一个问讯就要直接拜三拜。这个时候啊。这个问讯啊，第一个问讯就不要打手印啊，比如说第二时开始、第三时开始都是直接诵经，没有唱赞啊，那也就不用敲三个引磬，对三个鼓，对面站。这个时候啊，
没有唱赞，那么这个一问讯起来还是合掌啊，就不用打这个手印了啊。没有唱赞就不用啊。第一个问讯就是大家到那里一问讯，起来是合掌啊，然后维诺就叮叮叮就三拜，就拜下就直接拜下去了，因为他没有再回到对面站。然后拜完三拜呢，最后一拜起来再打手印啊，这是三十系念了。第一时开始，跟第二时、第三时开始啊，这个问讯啊，有这一点不同，啊，这一点不同。那么来区别说有唱赞没有唱赞，啊，那这样让大家有一个比较清楚的，啊，一个概念。啊，那么问讯啊，我们这个，啊，示范动作啊，以及说明啊，就简单跟大家报告到此。礼拜啊，拜到地上啊，就是头、双手还有这个膝盖啊着地。我们现在来示范啊，就是礼拜，拜，这一拜是右手啊，右手先放在当中，然后左手啊，再伸着。左前方，右手再伸到右前方，拿到这个两只手放下来，啊，这个头顶顶到地上，要翻转，啊，那这个位置大概是七八分这个上下，啊，大概这个是两手捧佛足，啊，两手捧佛足，有一点要说明，就是说屁股不能翘起来，标准是要。做到这个啊，如果有老菩萨身体不好，就这样高一点也可以，但是不要屁股翘得高高的啊，这个不好看。啊，大概这样啊，一般大概都可以做到。啊，那个起来啊，是这样。那么这里有一点就是说，我们这一个右手撑起来啊。你这个腰要往前倾啊，要往前，你这样站起来才不会去踩到海青啊，不然你很多人啊，他拜下去了，起来踩到就快跌倒了啊啊！你看这样站起来，我都不会踩到海青，就是你那个腰要往前倾，然后起来就不会踩到，这个很重要啊，问讯。那么首先跟大家说明了，我们这个汉传佛教是都插立香啊，这个立香啊，就是以古人讲啊，人是站立着啊，头顶着天，脚立着地啊，顶天立地啊，它就表这个法。那现在呢，也有上那个卧香的啊，卧香是西藏啊，西藏它是卧着叫卧香。那么这个藏传佛教跟汉传佛教，他们上香有这两种基本不同。那么我们现在法会啊，三十系念啊，都是以汉传佛教这个地香啊，我们传统的上香。那这个立香呢，就是我们也是啊，这个左手在前，右手在这个两个食指中指啊，这个左手在。前面，右手在后面，那么两个大拇指啊，也是扣着这个香的啊，扣着这个香啊，扣着这个香啊。好，这样哈，哦，大家看一下，这样扣着啊，就是这个香就在食指跟中指这个缝啊，把它夹住啊，这样夹住啊，夹住。那在这个地方就两个拇指这样，那这样就不会跑来跑去。那么一般我们还没有到佛前呢，就是先这样，这个两个手臂不用抬平，先这样，先这样。
那么现在法会呢，有点补充说明，就是说法会人多啊，可能前面后面这个距离啊，就比较近啊。那比较近的时候啊，你这个香可能还没有上的时候，稍微有一个倾斜，不要去碰到前面的人啊，有一个倾斜这样啊。如果没有人，这个距离够啊，那我们就这样平着。那么一直走，走到佛前啊，比如说走到佛前啊，然后就在佛前这样。两手被抬平，那么这个香也是挤到这个眉毛当中，就到眉毛当中，这里，这个当中，然后放下来，然后右手拿去把它插下去，然后放好之后呢，再一个问讯，那么我们一般。民间拜拜大家也没有一个标准的规定，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很多上香都也蛮乱的啊，有的是烧一大把啊，拿来就这样哦，这样拜拜一直放哈，那这个在佛门是比较不标准，佛门是我们在戒场他们是这样教的啊，那我们就根据戒场这个标准来跟大家说，给大家做一个标准，就这样，还没有上的时候这样。然后上的时候呢，就两手抬平，走到佛前呢，到眉间一举，然后就放下来，然后就插上去，这个檀香，就是这两个手指头哈，大拇指跟食指，都拿这个香，其他三个手指头就这样向上张开。向上张开，那么到佛前呢，我们就举到眉间，因为现在人多，大部分都是没有跪在拜殿，都是用站着啊，跪着站着都是一样啊，都是到眉间啊一举，然后就插到香里啊，然后再一问讯，然后就可以回到你的位置。这个长跪呢，你穿着海青，或者是穿海青又搭衣，那第一个啊，你一定要先右手啊，拉这个海青，啊，给它拉高，啊，不要这样直接跪下去哦，你就这样很紧，跪了就不对劲，不自在，啊，这个右手啊，把这个海青呢。拉高一点，拉一点，不要拉得太多了，大概拉一点，然后这个左脚，先着地，右脚再着地，然后长跪合掌，起来也是一样，我们这个右左脚先起来，左脚先升起来，然后再右脚，然后这个稍微拉一下，不要去踩到。要踩到，我们现在就是长跪，拉左脚、右脚，好了，手把轻放下，就合掌，长跪合掌。起来呢，也是先从左脚起来，左脚就往外稍微往外伸一点。不要这样直接站起来，可能有时候会踩到，再往外伸一点，然后再收回来，再就站起来。大拇指跟食指，就是扣住这个环，这个洞，那这三个手指头就捧在下面，就是两个，这样勾起来。勾起来，然后这个三个手指头就在下面，在这个高度啊，不要太高啊，也不要放得太低，大概我们两手平放这样的一个高度，大概在胸口上面再下来一点点，这个高度。那么行进间呢，它也是这样，就是走这样，这个高度。那么到这个
主法和尚前、啊、就 举这个香盘、啊、也是到眉间、啊、然后一举就放下来了，放下来、啊、放下来呢，有时候会旁边有帮忙的人会帮你接过去、啊、那有人接就给他接，没有接就自己放、啊、自己把它放这样、啊、比如主法和尚在这边把它放在这样，那么斋主这边点礼，这是大概几箱牌是这个。